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使徒行传20:21，天父，感谢你爱世人，不论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只要肯来到你面前，被你的话语光照，被你的圣灵感动，相信耶稣圣子的身份，并承认他是救主，认罪悔改，从黑暗进入光明，离开撒旦权势，归向你，你必称他为神的儿女。愿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